先宣布停止后续内容开发的团队竞技射击游戏《脏弹》，并没有完全放弃治疗。近日，该游戏开发商 Splash Damage 将本作彻底免费，在 Steam 平台，所有用户都可以免费体验这款主视角团队射击游戏。为了让所有新老玩家都可以畅玩，《脏弹》开发组取消了原本游戏中的 RAD，改成游戏内货币原本 URAD 转为 20.84 游戏币。在免费后的脏弹中加入了更多 STEAM 交易道具，所有的武器卡片都可以进行在线交易。为了满足玩家购买新武器、皮肤等收费内容的需求，原本游戏内货币的掉率也大幅提升，从原本每分钟19个提升至50个。脏弹作为一款快节奏的团队向射击游戏，将射击游戏带回了最纯粹的本源，即使是经验无比丰富的玩家在这里也能找到刺激和挑战。这款游戏不会把你当小孩子细心呵护，只会把你直接丢入水深火热的战场，既没有手柄支持，也没瞄准辅助。